JP 哥 ，JP 哥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装备都有回来。怎么？他烫死啊！烫死啊！烫死啊！直接烫死、欸。下面的我丢一些铁下去哦。我身上好多铁，但我好我丢下去、欸。感觉家里面是很多装备。嗯，对。哎呦，家里牛排，力量封石。他们免洗战士冲过来啊！又是猪猪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铁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自己买核心，也都还好。嗯。哦。等下，说明他是要。啊啊！在哪？我身上有财产。你在哪里？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跑回来了。活下来，跑到旁边的。接回来。快吓死！这个猪猪怎么卡住了？我再放一下岛、哦。好。小心，快点。卡卡卡！你自己小心。一个牛排。那个猪没有，因为一放倒我会卡那个就六六六神剑，盗版一代，盗版一代是怎样？盗版还敢拿出来？盗版还敢拿出来啊？对啊，支持正版好吗？回去换正版，还跑还跑，猪猪你想跑？哦，哇，丢枪！哎，退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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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一下吧，对对对，快吓死了！哦哦，你要告知一下，告知。我想说你怎么三叉戟？突然拿出三叉戟，汤圆拿出三叉戟，声音吓死！我就要丢前面的，六亲不认的时候。我的附魔台只有一个啊，有两个，在侧边，中间跟左边。有啊，家里还有一个啊，家里的那个也可以附啊。有三个附魔台，楼上有人哦。楼上有一个，楼上好像在那边。猪猪猪猪跑掉了，可恶！猪猪跑掉了，他应该快死了。中间有一个，一个来哦。有，走。走错路了，我讨厌迷宫。团团有没有强一点的剑给我？好，我还在附欸。欸，有人来，有人来了。好，狐狸，不要让他走。我来了。打爆狐狸，上面一只猪猪。是，漂亮。猪来了，猪，有一只猪猪。等等。猪下去。云月，你在哪？啊，我回来。啊，卡住。佩佩猪。这里。好，你进来。感谢。上面。云月，你有那个吗？啊，猪猪跑走了。有。有一个在，有一个在那个，在这头上，七剑头上啊！你有在你旁边，好，坐在中间上，靠这边。力量，力量，因为中间有一个来了，中间有一个来了。我看到那个铁在那边好孤独，我想拿他，但是我哎呦，盾牌拿主手的话，没装备这么凶哦！我要回去买个盾牌，我发现我没有盾牌。对啊，你买一下。有行商打，他那个上面看可以怎样？是跳台吗？然后这样。有也可以那个，买个跳药水跳上去。哎，那鸡可不可以拿一下铁？啊？可不可以拿一下铁？铁好多。过去又好危险。拿一下铁，去哪里拿铁？哎呦，哦，对啊。哇，好痛啊！两边，耶，两个，他两下暴击。哦，铁好多，真的好多。哎，猪猪别跑！猪猪打死了，还有装备哇。哇！跟掉！有魔枪，有魔枪，注意！对，有魔枪，怎么有魔枪啊？哎，我没死，居然！我也是，差一点！我差点出去回不来。楼上！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他刚刚看到我在买书柜。哎，可是后面在楼上哦。效果很团团。升级吧！升级吧 ！Level up！ 耶！哦。因为我刚刚在买书柜，被那个技师看到。猪猪神剑，我获得了。猪猪神剑。哎，我这个地方，我脚下很多装哦。好。有六阶也有，二阶装也有，自己看。哦。我只是来采金剑哦，这么好。哦，真的。我要。来，附魔师帮忙一下，附魔师。哎，他们来挖，他们来挖。哪里上面吗？没有，前面。那个。有一个。经验值多一点，快点！他们一堆人冲过来了，战神倒霉了，战神倒霉了，补了，战神补了。好，家里有人哦，哇，我被打死！家里有一个，家里哪里？家里二楼，楼上了，
二楼，没事，我在。你在，你刚都故意的，故意的，算好的。不行啊，痛啊！这里，箱子。嗯，还是你全部都占为己有。哇亮！哇哦！猪猪神！哇，那个是我的哦，那个是我死掉的。猪猪神剑是我的。没有猪猪神剑啦。哦，现在回来了。有时差，好不好？有了，好。哎，又来了！进！嗯，前线有人进去了，有人进去了。走，你们是不会帮我去拿一下铁？那个，你还想爬、啊？还想跑啊你？还想跑酷啊？你说拿铁干嘛？没有，就是存起来。哦、我看到他那边，我就想捡。好烧，好烧。那个战神可以放一下。好，我去放。好烧、哦。好烧，烧、欸、两件就死了。我们分数有那个回来了，所以我们没金钻了。音乐这边那个守护者，我刚刚放了战神了，我刚放战神了。我们的铁其实还算 OK 啊，所以自己也可以买核心。修，高在哪？高等哦。修，先把弓放。哎呦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就他，那个还有打输了，就他那个击退很远哦，反应要小心哦。嗯，还有那个什么石头的击退超远，哇，他好痛哦，他打我一下快挂了。你是说那个谜语白石是不是？嗯，对，谜语白石。哎呀，你才白痴！啊，翠玉白菜，翠玉白菜，跑上去了。那小心哦，他的武器锋利很高、哦，掉下去了，他要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身上装的是什么啊？哇，太强了吧！封三，然后其他都保了。封三的。哦，好。两下没装满，两下就会死哦，至少封三以上。他跑回去了。下不去。两本。经验值，快来！经验值。他们在射我们的那个守护。好烫啊、哦！烫啊！中间有力量封了，中间有那个可以买了，村民可以买。他有那个力量是。嗯。有没有捡到绿宝石蛋呢、啊？蛋。嗯。哎哇！想走、啊。我在送东西啊，可恶。他拿爆蛋，在我旁边。哪里？啊，没有，他又跑掉了。那个拿力量磨石的那个。我先不守家，拿力量磨死的是那个猪猪吧？对，哦，十等，有点高啊。哎、欸，我两只三叉戟了。好。哇，我们家绿宝石好少、哦。嗯，我其实刚刚拿去买书柜，失败了。哎、欸，想炸啊，早就知道了。都被那个拿力量模式拿走，都被绿宝石少一个核心了。啊，力量模式回归了，大家都想要力量封死，都想要杀杀杀，大家都想要打架，对啊，太嗜血啦，凶巴巴，打他，嗯，谁下来了？明月，我加油，我在前进，我在前面。好，现在给你拿一拿了。力量，看一下是哪里需要放。我们都勇往直前嘞，他们。嗯，永远不回头。管路有多远？看要不要盖路。哎，猪来了，嗯、我们看要不要左路或右路盖过去，这样就有其他条。他们的人又来了，哪里？他们在中间迷宫里面晃来晃去。没跳上去。哇，看屁啊，200。左边跳成功了，还回头看我嘞。是、啊。炫耀什么？好香。哇塞！哇一个，那个最上面又有他们的人哦。好，看到他上面射弓箭，爆弹！嗯，就是那个谁呀？那边爆弹！
啊，这是猪，猪二代，新起来，打他打他打那猪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上面有人，我走了，我没说，我还在打，我还在打那猪，他几，我干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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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哦，小队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炸弹丢爆弹，啊，在在我附近，在我附近，在我附近，好，没事要退了，我在附近，我在附近，猪二代啊，嘻哈装嘻哈装。再来猪三代，猪四代。你们有人想冲吗？有二阶装备，冲还 OK 啊。哎、在那个用叶片小球上去的那个地方，迷宫阵顶上。腾讯，你是想想要冲吗、看到了，我等很久了。好、啊，那我给你冲，我去拿个。然后现在有两个书柜咯，假如有想要更多模式的话，可以。不然你看，我们太被动了。是是是，去买个炸弹。哦，是。哦是。我先说你好了。因为能够走的路太少了，我们有附魔都不敢走，他回不来。一去不回头。哎呀。走吧。等一下。要走哪一条？中路哪一条？你只有一条吧？对啊，迷宫很多可以走。上面那个好烦哦、啊。嗯，那个拿感觉拿爆弹炸他就可以。这走回来了。有办法先走到上面去，把上面的人打下来之类的。那个上面要用跳钥匙才可以跳上去。因为我们绿宝都很缺啦，所以想说就算了。嗯。来，下奥斯利。赞。哦哟。啊冲啊！就我们哎呦，怎么会是羊啊？欸、什么？嘿，一堆弓箭手是怎样？你们冲，我跟着你们也算一冲，加油！原来不是羊啊，是人。小吉、哦、要怎么也是羊在里面？他退回去了。没人了，没人了。感觉真的要多造几条。哎呀，你会被射下来。对啊，这是你们左路或右路盖一条路。不是，我有怎样都拿方块啊，喷掉啦、啊。他退很后面，再盖就好了。那只要铁，射到他了。走一走，一只羊。射射，哪个？屋顶的吗？在射箭。气死我了！好突然。嗯他们现在冲不太过来了，作者都不想。没有，作者都在上面射啊。没有，作者射。没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。刚上面射了。哎，魔枪杀鸡，杀鸡！哎，魔枪，魔枪！杀鸡，杀鸡！魔枪，魔枪！要退走，退走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那魔枪也太精锐了。可是魔枪其实现在很难打死的呢。精锐魔枪。现在魔枪只有威吓效果了。就是退啊，就是赶快退啊！难打中了。劝退，劝退流。劝退效果。劝退流魔枪。我已经吹哨子了哦，注意哦。我拿到一个 Ender Pearl。退后，退后。上面还有人吗？没人了哈，没人，没人，目前没人。它里面在发光，它里面在发光。啊，我看到里面亮晶晶，一闪一闪亮晶晶啊！我已经会跳了啦！哎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哎，杰克，杰克，右边可以走了。好，右边吗？好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们右边有一条路，直接走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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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搞。啊，我躲下去。那我们要怎么走？最右侧有很多石英墙那边，对面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吗？走那边，他走上边，一堆人，一堆人，一堆人啊！哇，右侧那边一堆吗？那一堆人啊！救命啊！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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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！怎么又来了？坐走！哇，还盖一个跳药，想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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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讲，不要拿力量封扫啊！团团帮忙，团团来了啊！然后他们退回去啊！这我都觉得超烦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哎，这个岩浆的这是什么岛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掉下去就死了。哦，阿可惜哇，二代死了，他喷装二代剑子了，好夸张，一点点另一边是不是也复兴啊？我来了，有另外一边需要支援，我需要西瓜岛。我去中间守，我去中间守。好。哦，哎，有了，有一个来往力量，力量没有。这么多东西。哎，我在用弓箭帮你们。你为什么自己跳下去？因为我快没血了，所以干脆自杀好了。
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当弓箭帮你。那柳曼回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